你觉得我们合适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坐下。我不。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，像被俘虏似的。我就不。我问你，以前在连队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被管得严，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。尽管被纪律约束，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。现在我们上了军校，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，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？ 还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不想再猜下去了。那就别猜了。 认真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顾一言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。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？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，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。你说谎，这是什么狗屁理由？我不相信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？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？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等你。还是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？都不是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我说了我不同意。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，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？你说呀，顾一言。